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接着看第四小段的答啊，会相为者，前面他所问的，他说若尔于其等中，亦孰来也？从业惑中，半体而生，非如来藏随缘所成。说如何会摄？这个是前面的疑问啊，我们已经跟诸位解释过了。今天呢，来看清凉大师啊这个解答，问答都是一个人啊，用问答这个方式，使我们容易明白经义啊，其如境界啊。说大了，于切等中，于切四谛论啊，这些书里面所说的，对于凡小，越究全教。随相假说，清凉在此地引用的很多啊，这个瑜伽论这个地方的一小段呢，就非常明显啊。佛说法，我们总要记住。它有原则啊，总的原则就是切离切机啊，离是一个永恒不变的 啊机则是千变万化啊，所以现不同的相，说不一样的法啊，但是它的方向目标决定是一致的啊，对于凡夫小乘啊，虽然讲得很浅显方便说，这个方便呢也是把它境界慢慢地向上提升啊，所以经文特地呢给我们写得很清楚啊，凡夫小乘，这是用全巧方便，这个全教就是全巧方便，在佛门里面呢也称为善巧方便，那善就是全啊，善巧方便啊，随相假说，这个凡夫小乘人很容易懂啊啊，是假说的啊，速地就是凡夫的境界啊，这很容易接受啊，所以这个不是真说啊，不是实说，是假说啊，是在教学某一个阶段的啊，再往上提升呢，就把这个假说否定了啊，佛常常用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呢用得非常巧妙，我们要懂得学习。啊，到最后佛是把所有一切法全都否定掉了。啊，有没有佛法呢？没有佛法。没有佛法才是真正的佛法。啊，有佛法决定就不是佛法。啊，这是向上一种。啊，最高的境界。啊，那么在这个境界里面，也许有同学听到佛门有所谓言语道断，心性出灭。啊，都是说这个境界。啊，那是真正像华严经上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不思就是心性出灭。啊，再没有议论呢，就是言语道断。啊，这是真的。啊，但是佛如果用这个方法对初学的人来说，那初学人是完全听不懂，说了等于白说了。啊，不但他不能其如啊，反而引起许许多多误会。啊，那么这些误会决定产生障碍。啊，不但提升境界有障碍，就是你开悟啊都发生障碍了。啊，悟门呢被他堵塞了。所以佛是用全舍二智。啊，该用什么他就用什么，用得非常恰当。啊，所以众生遇到佛那是有大福报了。啊，决定得度。能且灭。这也是两部大经。啊，这两部经上所说诸法了，是对大菩萨。啊，诸位在这里要看清楚，前面是讲瑜伽的，啊，像瑜伽师地论呢，是对全教菩萨的，这个是对大菩萨的，大菩萨就是大乘菩萨。啊，那对他们呢是依于实教敬礼而说。啊，这个是完全依真谛。就是如来亲证境界。啊，决定是真实的，这个不是假的，不是虚妄的。啊，说得清楚。说得透彻，尽力而说。下面这是清凉大师有四句话教导我们，既既有大小，啊，既然既是听众，啊，学生，学生当中有大菩萨根性，有小乘根性。啊，所以既有大小啊，啊，法有前身。啊，随速地呢，法就前；随真地啊，法就深。啊，同样是一个法，绝对没有改变。啊，确确实实，前身不一样。啊，教有全实。啊，全就善巧方便。实真实不虚。故
不相违也。啊，文殊菩萨所问的这些，你要是真正懂得佛法，你会笑笑。你也一句话不说，文殊菩萨一定在那里点头，给你印证，你通达了，你明白了。宇宙之间绝对没有一法是相违背的。你要问为什么？心性是一嘛，虚空法界刹土众生都是心性变现的，他怎么会有相违背呢？他怎么会不包容呢？怎么会不合作呢？没有这个道理啊。整个宇宙是和谐的，把这个和谐包容敬爱破坏，是一些迷惑颠倒的凡夫小乘。他们误会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知道之后，我们的心平等了。无论在顺境在逆境，顺境像四圣法界，像六道里面的人天两道，逆境里面呢讲三恶道。现在说个实在话，现在这个人间我看慢慢的也已经变成恶道了。如果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恐怖当中，这不是人道。人道哪里会有恐怖呢？每一天生活在恐怖当中啊，这是哪一道呢？给诸位说，恶鬼道。下面这个三道叫三途。这个三途是刀途、血土、火土，这叫三土啊。动物之死，大多数都是弱肉强食，所以死的时候都流血，都被这些其他动物吃掉了，叫血土啊，死的时候都流血。几乎真是没有不流血的，所以称畜生道叫血土，鬼道叫刀土，为什么叫刀土呢？恶鬼道的疑心很重，常常怀疑有人要害他，要杀他，生活在恐怖当中。就像旁边有人拿着刀要杀他，这是比喻，叫刀徒。如果我们在这个世间每一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这不是从人道堕落到鬼道去了？你想想看，这叫可悲了。地狱道叫火土，
不管是什么地狱，你去看呢，都是一片火光，啊，非常恐怖啊！啊，我在上个月访问日本，这一次特别抽出一天的时间去广岛访问。第一颗原子弹呢是投在广岛，啊，广岛这颗原子弹是在实验室里面造的，啊，做实验的，啊，长期才真正发展出第一枚原子弹。啊，我们看到这个原子弹的模型。啊，这个大炸弹投下来之后，一秒钟啊，地面上的温度从一般正常的温度啊，突然上升到摄氏3000度到4000度。注意想想，人都在火海里面呢，都煮熟了。我们看到非常恐怖啊！啊，为没有这个轰炸之前，这个城市里面的照片啊，你看到街道，看到这个建设，炸弹爆炸之后啊，这一片成为废墟啊，什么都没有。非常恐怖啊！我看了之后啊，那叫人间地狱啊，火土啊！人在最热的时候啊，他这个广岛旁边有几条小河，都是像往水里面去逃生呢、啊。哪知道水也是几千度的高温。滚水呀、啊，无处逃生呐、啊！惨不忍睹啊！所以看了之后啊，才知道往后战争恐怖，这个战争决定不能打。啊，这个是地狱像现前呐、啊。啊，文殊菩萨提出一些问题，这问意很深。主要呢，还是对全小，对凡夫。不了解甚深的意趣，也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随相假说。啊，幕后这一段说得好啊，机有大小，法有浅深，教有全实，怎么会相违呢？不相违了。故密言云，密言经上说，佛说如来藏，亦为阿赖耶，误会不能知，藏即来也是。啊，误会是指全教小乘呐、啊。他们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啊，执着以往佛所说的全教啊，不愿意接受佛新的教诲
这种情形，一直到今天还存在。啊，我们到南洋，你看看南洋的小乘佛教还是非常保守。啊，他们自己认为它是真传，而排斥大乘，说大乘非佛说。啊，阿难当年集结经藏啊，只是小乘经，没有听说有大乘经。啊，大乘经藏的集结不是他们的境界。啊，集结大乘藏的是菩萨了，集结小乘藏的是声闻了。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处所。啊，一昧的执着呢，就造成了冲突。啊，就产生了误会。啊，这种冲突误会如果不能够化解，对于他的修行就造成一定的障碍。啊，这种障碍在一般讲是烦恼障，是所知障，二者兼具啊。啊，不知道宇宙间所有一切性相离事因果啊，都不相违啊。所以密言讲，啊，佛说如来藏啊，以为阿赖耶。误会不能知藏即阿赖耶，这此名受群居士何为误会啊？这些人执着守住全教啊，拒绝大乘法，在大乘经教里面，佛称这些人为误会。这样的情形，我们在大乘经论里面读的很多。所以大乘十教里面，我常常跟诸位报告，诸佛如来教什么，我们学什么啊？总的来说，教我们放下，教我们看破，啊，看破放下，放下看破，从哪个地方落实？先从放下落实。啊，我学佛，初次见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就是这样教导我。啊，你放下一分，你才能看破一分。啊，放下肯定帮助看破。啊，
你放下两分呢，肯定是这个看破两分呢，肯定就看破两分。看破两分呢，把放下又向上提升。这两个方法不断的相辅相成，互相帮助啊！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不断的要放啊！不单是佛法，就是在世法里面，你要想建功立业，你也得要懂这个道理，你的前途才会一帆风顺啊！永远坚固执着不放，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提升自己。像在学校念书，你喜欢这门功课，爱这门功课，这门功课学毕业了还是不肯放下，那怎么办呢？那只好留级啊！再多念一年呢？不就是如此吗？你能够放下呢，你就深一截了。世法佛法都是这个道理，我也跟许许多多同学说，佛法的修学，从哪个地方放弃？从恶业放弃。杀生是恶业，偷盗是恶业，淫欲是恶业，妄语两舌是恶业，其余恶口是恶业，贪嗔痴是恶业，要放下了。为什么学人不肯放下？你今天真的是放下一点了，别人在旁边说风凉话，你这个人迷信，你是傻子，你被人骗了。肉很好吃啊，你看你为什么不吃啊？人家都吃啊。看看这个社会，大家确实是这样的，于是你就退了心了。你就不肯依教奉行。你能够依教奉行，跟着佛走啊；不能依教奉行，你跟着魔走啊。佛走，你将来能成佛；魔走，你将来肯定堕三途。善恶果报啊，丝毫不爽啊，一点错误都没有啊，你能知道吗？我听说姜老师的地狱变相图做出来了，这次拷贝的光碟大家
看到都很满意，啊，我还没看到，啊，要大量流通啊，啊，那他授权是制造100万片，啊，很难得了。希望这个地狱变相图啊，能给我们善心同修起警惕的作用。啊，提高警觉性。看这个图，跟《杜佛经》没有两样。要微细观察了，啊，思维一因果报，啊，怎样才能够避免地狱苦呢？唯一的一个方法，不造地狱业因。啊，你这一生不造地狱业因，地狱在你面前你见不到。啊，所以佛教我们修善心，啊，发善愿。善行善愿，果报是佛菩萨了。啊，唯有佛菩萨，这个佛菩萨最低的位置，这个大臣是初心位啊。初心位菩萨就不受这个劫难了。啊，你要问为什么？业因虽然有啊，业缘断了，因没有缘不会结果的。啊，什么是缘？诸位要记住，造恶业是缘，起恶念也是缘。啊，当然学佛有很多好同修，啊，我们知道他决定不会造恶业。但是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起不起恶念呢？哦，这个很难讲，恶念还是常常有啊，那就得了啊。只要有恶念，恶缘没断呐，这个很恐怖啊。这是我们现前的一个大难题，我们要怎样不再有恶念了？啊，古德跟我们说的好，六道凡夫啊，起心动念的，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六道凡夫嘛，迷得太深了嘛。在佛法里面有很多方法，啊，延迟戒律可以断我修善，三密相应持咒啊，也能够断我修善，诵经。也能念佛，也能这些方法可以专用，可以互用啊。开始呢可以互用，用久了之后啊就可以专用，你觉得
哪个方法对你自己最有效果啊？这个效果就是真的妄念少了，烦恼轻，智慧长了啊。同学们要知道，个人跟心不相同，你要有好方法啊。我学佛53年了，你要问我，我有没有呢？告诉你有。啊，我用什么方法呢？给诸位说，我持咒不懈，持咒还会打妄想，念佛也不行，诵经也不行。啊，我只有一个方法叫我不打妄想。啊，什么方法呢？讲经。我讲经要打妄想，不就胡说八道了？啊，这个方法对于我很有效果啊！啊，所以我天天出来讲经。啊，有很多人说我喜欢讲经，错了，我不是喜欢讲经，我是这个方法对于我断烦恼、开智慧非常有效果。啊，因为在未讲经之前，我要读经。啊，特别是在讲经的前10年，前10年要做准备功夫啊。啊，你要不做准备功夫，这上台怕下不了台啊。啊，以后慢慢讲熟了，熟能生巧。啊，这个就不用讲稿了，不用讲稿，用大纲。啊，所以有许多同学，老同学都知道。啊，我在讲经之前，总是有很多的表解，啊，写在黑板上。啊，早年到香港来讲经。也不例外，我每一堂讲经那是讲楞严，啊，都有大大小小的表解写在黑板上。啊，要充分准备啊！啊，准备的时候，你的精神、意志、精力都是集中的。让你没有空闲去打妄想，啊，这是个很好的办法。啊，对治啊懈怠懒散呢，是特别有效。啊，一个老师教学生，学生要骗骗老师，含糊。笼统马虎一点过去不难啊，可是上了台之后啊，这个下面听众有几十个人，有几百个人，我这就不容易了啊，那比老师厉害多了，你没有办法欺骗群众啊，所以这个方法很有效啊。我在台中李老师那里呢，就学会了这个方法。这几种方法我都试验，这种方法最有效，我就采取这种方法。啊，这说得很好啊，个人根性不相同。啊，你要自己去反省，去检点。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用什么方法来对治，你才能把这条路走通啊！啊，这一通之后啊，前面是一片光明，法喜充满。
难，难在第一关。第一关是很不容易突破。别看有些人突破了，两年三年不上台了，立刻就退转，退到原来的地位。学道读书，真如古人所说，就像流水一样，不进则退啊！所以一定啊，要知道精进，勇猛精进啊！不但要深入经藏，《金刚经》上佛教我们。深洁意趣，这个话是绝对正确的。你觉得越深越欢喜。怎么样让自己深洁意趣呢？我学多少就落实多少。从落实里面呢，又把自己向上提升了。所以开端不能不放下，要放得一丝不挂嘛。除了两套换洗衣服之外，一无所有啊！你要到这种地步，你才能够突破。这个瓶颈，自古以来，邪密宗臣、大教小教，都从这种方法扎根。古时候老师言呢，真正是严持戒律你这个一生三衣一钵之外，这是佛的制度那么在中国是温带这个地区冬天没有保暖的衣服，你过不去啊！所以许可多织一点衣服在这个中原春夏秋冬四季一场夏天换洗比较多，准许有两套。换洗的衣服，秋冬换洗就少了，所以一套就行了所以出家人的行李，你们看看从前参学的，就是一个包袱，他只有几件衣服冬天一件，夏天这个春秋一件，夏天两件，那个包袱皮一包的时候背在身上就走了，没有东西像我们现在这个旅行呢，这大箱子小箱子那得了，这哪像出家人可是在今天社会呢，看你就是出家人带起十个皮箱，人家也不稀奇为什么呢？已经看成习惯了你要带了一个包袱出门呢，人家还觉得稀奇了
离事我们都要晓得，不可以授权啊，一定要学大乘。大乘是圆融的，大乘是无所不包的，今天王老先生啊，他印了一本书《健康之道》啊，封面上四个字是我给他写的啊，这个书好，啊，教你怎样运动啊，确实有助于身心的健康，里面也有一点佛法啊。可是在我们这边呢，我们听说啊，有同学看到了这生病里面呢，这个中药里头还有用动物做药材的，于是很多人起了疑心啊，不但他不敢用啊，而且还毁谤，这个错了。中药里面确确实实有很多药材是用动物的骨、肉、筋、血制造的、提炼的啊。可是你要知道，佛在戒经上告诉我们，每一条戒都有开遮持犯四条啊，你要不懂得开遮持犯呢，你就没有办法持戒啊，那叫什么？死在戒条之下啊！你不晓得佛的戒律是活活泼泼的，是自在无碍的啊！开元里面最多的药用啊，活药佛准许啊。诸位要知道，世尊当年在世，出家人的生活是托钵啊，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如果一定要素食，不接受这个荤腥，你就给人家添麻烦了。人家说你这个和尚怎么这么挑剔，这么难伺候啊！啊，所以你要懂得啊，这个是如来在戒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要用不犯戒，叫开戒啊。又何况要用里面呢，绝对不是用活的啊，用动物的时候都是用它的骨啊，用它的筋啊，肉也都是干了的啊，所以这个你要懂得啊，这个就是戒经里面教我们比丘吃三斤肉啊。什么叫三斤肉呢？这个动物我没有看到它被杀，我也没有听到杀的声音，它不是为我杀的啊。那么这个动物可以吃，不能贪吃啊，贪吃就错了啊。你每一天用这些食物做什么呢？是养生半道的呀。古德常讲啊，生安道隆啊，
如果我们身体衰弱，不能够，没有体力了，你怎么修道？所以这一条诸位要知道，这个不破戒，但是要说清楚、说明白，不要让人发生误会。又何况佛教当年在世间并没有素食，这个诸位要知道，全世界的佛教都不吃素。我们到外国去，我那是很年轻的，第一次跟着道安法师到日本，我是48岁的时候，跟道安老法师到日本去访问，那一次我们访问20多天，日本人的寺庙接待我们，已经是素菜了，可是不干净的，碗、餐具闻一闻，还有肉腥味。道安法师就给我说了，不要去理会这些了，人家已经是非常难得了，特别做了素菜给我们，他们不吃这个素的，所以我就趁这个机缘呢，就向道安法师请教素食的来源。老和尚告诉我，素食的起源呢，应当是起源于梁武帝。梁武帝是佛门的护法了，在他在位的时候，这有权有势啊，为佛教建了400多个道场，所以南朝484啊，梁武帝建的。都出家人10几万人啊，他喜欢人出家啊，他做大功德主啊。那么传说他多冷且静，读到菩萨不忍心吃众生肉，非常感动，所以他自己就把肉食断掉了。以后佛门里面就纷纷响应，造成中国佛教素食运动，是全世界的佛教只有中国佛教不吃肉，其他国家佛教都吃他们只守着不杀生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所以这个历史我们都要晓得那么素食好不好呢？素食是真好，越到晚年呢，你知道它越好，它对身体健康的帮助太大了我吃素食53年了因为素食很少得疾病因为素食能保持身体的均衡，血脉畅通这个不能不知道另外一个开源九戒诸位要晓得，杀盗淫妄叫性罪不管你受不受戒，你做了通通都有罪
九戒叫遮戒，你没有受戒呢，不犯，没罪。啊，受了戒，你再去犯的时候呢，那就有罪，叫破戒罪。啊，九戒的缘开缘更广。啊，中药有很多药啊，是用酒做药引。啊，这是开源。啊，这个没有问题。那么佛又给出家人规定，70岁以上年老的人，身体衰弱，血液循环缓慢，酒可以帮助他，帮助血液循环。啊，每一餐喝一杯可以。佛法的戒律通情达理呀，活活泼泼啊，那一点都不死呆板呢，不能不读戒经。那你读戒经的时候，你才了解，啊，才知道佛制戒的意义、持戒的功德，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怎样把戒律做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